今天在核实说降职的等待啊，正在建筑。那我现在提了啊，建筑的特色，看一下啊，好像这个啊，跟专业名词啊，我们每一个字都认识，但不懂意思啊。那我就来解释一下啊，断言生借口啊，那个动词弄在生这里啊啊，看一下这个屋檐啊。一般都是一气呵成，从左边到右边，但是如果有没有，它中间切断了，有没有？中间的断点啊，那中间会叫箭口，它把箭口伸上来了啊。那这种建筑的屋顶的形式叫做断延伸箭口。好，看一下，这些断延伸箭口。好，非常好。啊，请问这个是断言伸箭口吗？对，一些比较，哪一个比较讲究呢？泰国人比较讲究。啊，这两个庙都跟罗密欧有关系的，罗密欧决定王树王。啊，好，下一个。第二个阶段，西施集，西施是美女嘛，对不对？集是屋脊啊，屋脊做的很夸张的屋脊，看一下啊，这种啊是那个单脊、大脊，大小的大，大脊，这种不属于西施集啊，这是罗氏罗家祠堂的，那上面的姐姐做的很棒的啊，看一下。那这个呢？这个部分你看到没有？啊，是不是很豪华的？懂意思吗？啊，一见比较，这是一种夸张的西式体，看是吧？啊，西式体好像把原来的大体大致到这个尺寸，或加高一点，它大概觉得变成两倍、三倍，啊，夸张的，啊，看一下。屋脊像个布告栏、布告栏一样，啊，说的内容很丰富，内容喜欢用什么？内容喜欢用八仙人物，啊，八仙人物，内容喜欢用那水族类，鱼虾有没有看到？螃蟹有没有看到？鱼虾螃蟹都可以归类在水族类，非水族类有这种说法就是。自动消防洒水设施啊，被震火，被震火啊，跟那海产店没关系啊，水族类所以它这个跟原来讲那种科甲制度的那个也不是的，因为是水，你要再进一步解释也可以啊，没有标准答案的啊，你可以啊，想出那个逻辑，有信服力的都可以啊，说。科甲里啊，螃蟹有壳啊，虾子有甲，也有壳啊，都是有壳的啊。对，八仙人物，然后再讲虎豹狮象，这是大象啊，虎豹狮象，四兽猛兽啊，还可以四兽山，虎山象山狮山啊。这是。标准配备就是虎豹狮象八仙人物水族类啊，好，看一下，放你们老啊，这是做简明的功法，看一下啊，哎呀，这边有特写的，有没有看到啊？这些特写的人物啊，啊，第一个上后面虎豹狮象同意吗？啊，虎豹狮象啊，水族类同意吗？中间这个是这个八仙人物啊，中间这个是太上老君加一个啊，加一个其他八个名额啊，好，下一张，下一张，抬头呢也有啊一些侍聘人物啊，这些做简练啊倒回去。
抬头在哪里了，还有在这个位置和这个位置，这个位置啊，这两个位置啊，原则上是不是有白的啊，很爱装饰，像下一道啊，抬头的位置啊，大象的出现有没有？嗯，大象的搭配，拿锄头的农夫，这个农夫就是舜，很孝顺父母亲，大象都可以帮他耕田，然后这个就是尧聘舜，好，下一场，那个专用词，地方叫锄头，你先规定这个字啊，那个犀牛的犀是迟到的迟，锄头，锄头在哪里呢？看一下，在这个位置，这个位置，曝光率也蛮高的，能见度很高。这个地方经常会说是狮子，狮子，但太和宫不一样，太和宫做一个南极星宫跟一个麻姑，这两个，在这个位置，他平常狮子都说是西洋狮，不是下面这个狮子，下面这个是圣米南狮，那是就是说雄狮美兔的造型，下一张，这一般的说法，这是苏阳水的作品，下一张，下一张，女孩子比较漂亮，尤其这个飘带啊，所以老师这两尊是宁朔，宁朔这两尊是宁朔，我们陈氏呢到现场看，他说字态不如，他说叫他做什么车啊，说他那么薄的啊，不能讲的菜刀腿啊，他那么薄啊，各种的，连那身段，婀娜多姿身段，这是我看到最漂亮的池头，在这边泥塑的时候，男生跟女生要拍，你要拍照啊，在现场拍，有女生多拍一点，就可以拍什么？拍那婚纱照呀，新郎很少拍，新娘啊就有发挥的空间，摄影师啊想拍新娘。老师，他旁边这个功法是起石，这边都是起石石的功法。左边是南极仙翁，右边是麻姑，他是有分男尊女卑啊，男左女右，左尊右卑，左边比较大，左边比较大，下一张。男左女右，下一张，龙柱，下一张，龙柱，还有铁栏杆保护的，雕的比较繁琐一点，那么高的龙柱子，高条龙，没有乱绕的，基本上尾巴写个弓字，弓箭的弓，喜欢在绕柱一圈的。看一下，公字尾，龙的旗啊，翻转，龙旗在哪里呢？先看一下，这是龙的旗，你看这个，这是旗，这旗要翻转，你看这个翻转，要翻转，它会纠结有力，要翻转，这个公字尾。写完再绕住一圈360度，标准动作，就像那种体操落地动作，没有垫步，你起个翻滚就看你的功力，应该是，那这边呢是右边的，右边就是反弓式，应该对立，一个弓，一个是反弓式，像 S 一样的，反弓式。那个对应下一张，关注在那个龙的旗这一个的翻，这一个的翻，旗的翻，
所以我们的古龙武士啊，或者上下起伏，其实它就是在翻转。比较生动。比较生动。啊，要有精神，精神表现在缩喉挺胸，缩喉挺胸，啊，降龙式的，降到地面上，啊，现在，啊，这个是达德三元功的，啊，缩喉挺胸，因为那个被铁栏杆包围嘛，看不出你缩喉的，啊，这是张佛广的时候，看一下。你看这个喉咙有没有？这是胸腹，缩喉挺胸，缩喉挺胸，精神饱满。好，下一个。有那个曲线。啊，曲线啊！哎，他那个强身啊，是拟人化的强身啊。那强身像这个啊，很单调，这一面墙对不对？很单调，它就要像那版面设计啊。啊，每边的反面设计啊，啊，这个怎么设计呢？到人的比例来做调整。好，下一张，人的比例有分什么？有分头、身、腰、裙、脚，有概念吗？那就把这面墙分成五个部分，啊，然后呢，做不同的反面的这个每边运用。啊，看下一张，啊，好，比如说。这边一堵墙，啊，或者说这边一堵墙，啊，看下一个，啊，这边一堵墙啊，这边是头堵，上面是水车堵，从这边开始算，头堵、身堵是什么？腰堵，这个呢？这个呢？会抬脚。好 ，OK， 好，下一个，群堵会抬脚，你懂意思吗？啊，头、身、腰、群。脚，好，下一张，啊，那重点会表现在哪里呢？重点会表现在我们眼睛鼻视的位置，我们眼睛在这里，啊，这是，啊，这是热点，这是蛋黄区，啊，所以呢，持降啊，表现最好的功能这里，啊，其实版面比较大呢，是这个这里，啊，来随堂测验好不好？啊，头身腰裙脚，这是什么骨？腰带，对啊。啊，腰骨的上面是身骨，腰骨的下面呢？裙骨。啊，这是呢？头，这是什么？会抬脚。弄清楚，对不对？好像你写脸书也比较好写啊，对不对？太和宫的腰骨，腰什么？对不对？那就很明确指出位置的。就是太阳从中间的部分鱼眼清楚，对不对？可以看到，这个是专业名词，很精确的来描述啊。那现在还有什么门诊时啊？门诊时哦，一般啊，人是可以做的。这个戒指是门诊啊，戒指坐在那个门诊时上面会泄露的，但是。乞甲啊，乞丐啊，那边是最热、出入洗场最有利的位置，所以那个乞丐经常坐在那边叫乞甲球啊。哎，讲的在哪里？在这里，在这里。哎，在门口进出口，就两个收门票一样呀。他坐在这边或者卖花，经常就进去的时候啊，是别人热门地段嘛。进去是从这边进，因为这边是龙边，左青龙，右白虎，这边是鹿园。那出来到人家出来都拜完了，再买鲜花就几率不高了嘛。这就是乞甲球，啊，它现在的高，早期的枕头要比较高，门诊时跟枕头一样，古早的枕头比较高，你没有印象啊？古早的枕。高枕无忧。为什么高枕无忧？因为以前的那个像我阿妈，她整理头发，打一个包有没有？打字。对，那是很费时间的，大费周章啊，然后绑好这个包包的枕头啊。那晚上睡觉会弄乱啊，所以晚上他睡觉枕头是整整齐齐，头发不会乱，那头是悬空的。
那以前的高层也有接下来的下一场那个是
脸部的表情都是很慈祥，很慈祥的。庙里面呢，不能做得太凶恶，啊，太凶恶会吓走善男信女的。所以要做得很可亲，啊，但很可亲，这样子就是亲情自然就落实了。那个口诀啊，我们记得做青龙的右脉。啊，这个说法是说汉朝的时候2000多年前，夜观星象，就像外国有很多什么天蝎座啊，那个牡羊座啊，很多的星座，就是一个想象力啊。我们想象啊，它汉朝当时，现在天文状况也改变了，汉朝2000多年的东方。左边的东方是善朝龙，西方叫老虎，左青龙，右白虎，前朱雀，后玄武，像个乌龟一样啊，影响到啊我们的前后左右的啊观念。我们把左边认为是龙边，右边是什么？虎边，好，看一下，啊，所以左边是什么？好，看一下。下一张，下一张，这个是在哪里？是在太和宫后面的后花园。哦，拆下来了。我想这个，这个是最早的。这个上期的，不确定是最早的，也许可能是1900年那一次的。就是，这小伙四零年是。就是沙岩，沙，就在地上。那有可能是更早的嘉庆的。或者是原创，是嘉靖17年的原创，因为它尺寸比较小一点，雕工比较简约、简拙一点的，啊，也是做成了圆滚滚的，有没有？啊，那边小狮子，那边小狮子，啊，那这些东西啊，我觉得都蛮有文物价值的。应该讲的室内空间给它收留起来，对，不然它还是会风化。对的，对的，对，而且呢，它也应该符合劳退条例的嘛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在庙里面，房间清啊，对啊，应该找个房间，庙里面应该有个室内空间，要不然分住所也可以拿来标志展示啊，有太和宫给哪一个？那考证出来，我们老一辈的时候有印象啊，对不对？或老少边看看有没有故乡哦，改建前哦，也可以看到改建前的，那是昭和四年的嘛，那是写1900年啊，好，下一个，啊，还有麒麟谷都做回头的，啊，人叫你回头看，啊，看一下下一个，你们那回头的。对不对？啊，回首麒麟，回首麒麟，那个看门的中间，内部中间啊，啊，回头看中，那边呢也是回头看中间，啊，人们发型的变化很夸张啊，尾巴也很夸张啊，啊，然后脚下没有落地而踩得琴棋书画，啊，下一张，啊。看一下，一左一右都是往中间看的，脚下踩的，啊，没有直接落地啊，下一张，啊，啊，这琴棋书画是君子要多才多艺，啊，解说员要全方位的解说，啊，有历史，有人文，有这个工艺，啊，有匠师，啊。或者有生态什么样的地理条件啊，或者什么样的这个地质，什么样的植物啊，还是这种青草啊，这些啊都要博学多闻啊，君子之气啊。啊，汉朝其实对读书人，君子是读书人啊，不要只是书呆子，只会写八股文章。啊，还要一些一心养性的琴棋书画啊，所以现在的补习班啊，
儿童才艺班，还是以这四个为主啊？你叫小朋友去上儿童才艺班啊？啊，顾客利率就是琴啊，对不对？啊，小朋友都学围棋啊，啊，书法班、绘画班都有啊，多才多艺啊，下一张。然后人物方啊，那个啊，它是扫描最热门的地方，所以呢，这边的石雕是最精彩的啊。它做豆雕啊，下一张啊，它把石头当木头雕的雕扣啊。什么题材呢？经常还有送分题啊，写在答案写在这边。下一张啊，他写的是古劳观，古劳观应该是三星在吕布《三国演义》的啊吕布啊，你要想说啊，三个人拿的啊不一样，拿的方天画戟的就是吕布，兵器不一样，关公拿的关刀啊，刘备拿的双股剑啊这些的啊，张飞拿的长矛啊，下一张。用那个兵器啊来辨识啊，三星战吕布是比较热门的，也比较冷门的四种兵会剿汉阳城啊，你看一下啊，这个题材啊，讲起来很辛苦啊，基本上很辛苦的，我通常都不讲了，可以讲大力说他花很多时间。你看时间都不够用的，如果真的上完课了，你要讲东西有那么时间讲不够用的，只能讲重点啊，你就不是我们歌仔戏布袋戏的戏码啊，经常是潮州那边来的戏码，不是台湾的啊啊，你能够讲的啊真的是啊很复杂的剧情啊，下一张。倒回流程这一段啊，又写的汉阳关有没有啊，关键字在这边啊，四种兵啊来战啊，下一段啊，四个种兵啊，下一段玉门大同，那讲的是边疆地区的玉门大同安排九江啊，好，下一段啊，那够巧有这么一出戏啊，很对的不用，真的要问的话啊，你还有个概念啊。而现在一个常常出现一个图案，很重要的一个图案，什么图案呢？吃土还土啊，以前这个字还不会练啊，就念吃，卷舌的吃，吃东西的是吃土还土，团到成香炉的造型。团团转，团绕，下一张，啊，是这个，也找到香炉吗？这边一个香炉，有看到？这香炉的柱子，香炉的脚，有没有？香炉的盖子，有看到？这是一个香炉，香炉怎么解释呢？香炉是香火传承，绵延不绝。吃虎的这里有五官的眼睛鼻子嘴巴啊，一条线拿在面具上，它是吃虎做出造型。另外四个角，四个角是麒麟臂，有没有三角形的？它也不放火，它做蝙蝠造型，这个做出一些合理一点，满啊，满堵。做什么造型呢？蝙蝠，几只蝙蝠呢？四只。四只蝙蝠怎么解释呢？四福气。四福天官。四四福。一讲就通，啊，那这个就很好发挥。一讲就通，你就尽量发挥。一讲再讲了，讲不通的啊，不要自讨苦吃。啊，不能做学术做什么研究啊？是。OK， 下一个。四只蝙蝠，下一张，四虎，啊，天官四虎，下一张，啊，没有四名，啊，以前的行业啊，你像现在学的性那么高，啊，
啊，这些哈、啊，你家有，你家有田哈、啊，耕田，你家没有田就当佃农的哈，当年做厂庄佃农，但你家不仅没有田，那怎么办？有个山，有个山都到山上砍柴，啊，你家又没有田，没有山，但你家旁边有河流呢，河流可以捕鱼来卖，对不对？那你家又没有田，又没有山，又没有水的话，你就去好好投诉什么？啊，当然就是这市场行业，啊，各行各业其实都有市场，不像我们现在，啊，全都是农道，山上，啊，全部都是哪行业？有点偷工减料，像这种一捆不太会吧？应该更扎实一些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啊，累了在旁边去休息。其实那种仿冒凤凰龙山寺，一定做个巧合啊啊，我也见过。好、啊，下一张啊，那是什么行业？捕鱼，应该是个渔夫的装备，我这太营养了。哦，龙山寺那个比较营养不了啊，这个太营养了。可是还在那鸟，啊，这是在抓鸟，不是，那是那个，啊，就是啊，那鱼啊，啊，鱼蚌，鱼蚌，这是玉科的鸟，这是蚌，玉蚌，朵林得利，啊，渔翁得利，对，这是谁？这讲渔翁得利，嗯，啊，玉蚌，难怪它很营养。好，下一张，地方，下一张，渔翁得利。